网传奔跑吧11下一站的录制地点在贵州，录制时间是4月16日至20日，能否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呢？周深在贵州长大，如果这次在贵州录制的话，还可以回家看看家人。有生米为了应援周深的青岛凤凰音乐节而制作了这样的应援灯服装，小编认为这可以带电的衣服，安全性怎么样是需要重点考虑。奔跑吧11周深最新高清系列生图来了，周深即使暂停营业照样有新瓜，即使没有奔跑吧11的最新视频路透，还有最新高清生图，避免生米得相思病。众所周知，周深在参加各种节目演唱时总是拿着自己专属的蓝鲸麦克风，那么这个麦克风是什么品牌的呢？网友爆料说是森海塞尔，是世界公认领先的专业话筒和耳机制造商。森海塞尔在天猫有官方旗舰店，但是没有找到周深的这款麦克风，应该是独家定制的。